环球网报道，据柬中时报31日报道，柬埔寨人权委员会发布柬埔寨人权报告，表示柬埔寨始终坚持以和平优先，同时批驳美国，称美国凡事以自身利益优先。报道称，柬埔寨人权委员会发布长达10页的柬埔寨人权报告，表示柬埔寨始终坚持以和平优先，和平才是人权和发展的基石。该委员会表示，全球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优先事项，比如美国是美国优先，凡事以美国的自身利益优先，而柬埔寨是和平优先，因为唯有和平才能保障人权和国家发展。报道还称，柬人权委员会还表示，柬埔寨致力于根据其法律促进对人权的尊重，民主正在正常运作，柬埔寨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和东盟人权机制。报道提到，柬埔寨人权报告显示，目前柬埔寨享受全面自由，国内有超40个政党，超6000家民间社会组织，超2000家媒体机构。23日，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安素强批驳美国近日发表所谓的2022年度国别人权报告，称该报告存在偏见和政治动机，暴露了美国赤裸裸的美式双标，并质问美方为何没有报告本国的人权状况。美国拥有200多年的民主制度，但每天仍然出现侵犯人权行为，包括种族歧视、仇恨犯罪、大规模枪击、警察暴行、虐待囚犯、数百万人死于新冠疫情、死刑和剥夺女性堕胎权。为何美国不报告自己国家的人权情况？安素强说。